爱捉迷藏。懒羊羊，我们正在比赛呢，你居然还睡得着。怕什么，我们赢定了。再躲也没有用，快出来吧。这样也能被你们找到，我们认输算了。还差一只没找到，我们还没赢。 Go！不是都找到了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是懒羊羊。机械羊实在太厉害了，我又怎么能赢呢？除非有很厉害的法宝。只要有大小药丸，我就可以先变小，偷偷地混进羊村，然后把小羊们全都骗出来吃掉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是懒羊羊吗？听到了我的秘密的羊，是不可以活着回羊村的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别捉我。没用的，我在这里已经挖好了无数个陷阱，没准下一秒你就会。哎呀，还留下了一样宝贝，看起来这次比赛我们赢定了。现在我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懒羊羊身上了。估计我们是要输了，懒羊羊的躲藏本事也实在是够烂的了。哎，就算本事有多大，我们也是没有胜算的。他们的探测器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不行，探测器根本没有反应。这些脚印从大小图案上分析是属于懒羊羊的。走，我们也跟过去看一看吧。到底谁是变小药丸呢？是这颗，还是这颗？他们找到这里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
亲爱的小羊，别以为你会逃得掉，这里到处都是我挖的陷阱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以前没有见过的。啊，好柔软呐！你们看，哈哈哈哈，很好玩嘛！懒羊羊不在这里，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找吧。大家别玩了，我们再跟过去看一看吧。嗯。好痛好痛好痛，他们也太可恶了。好饿啊。这么大的懒羊羊够我吃上一年的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吃的。好像踩到什么。不管了，吃才是最重要的。有了，现在只好出动我珍藏已久的大薯片。这总比没有的好。我肚子还是好饿啊。懒羊羊，我不会再让你逃跑了。你就放过我吧，我已经好惨了。饿得没有力气了。那到我家吃饭吧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今晚准备做羊肉锅。我在这里啊，救命啊。谁也不能把他救走。你是谁？我是懒羊羊。从体型分析，不是懒羊羊。我真的是懒羊羊啊，可能是最近胖了一点而已。现在没有羊可以救你了，还是乖乖的跟我回家吧。为什么懒羊羊变得这么大了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和灰太狼拼了。以我看来，我们还是先跟过去看看。又是这句。还有没有吃的呀？我都快饿死了。现在到底是谁吃谁呀？懒羊羊哥哥，你胖了。宝宝，不管了，我们先把它煮了。好像不够。我出去砍点柴，记着看着小灰灰。
老婆什么时候弄回来这些摆设的？我回来了。老婆你回来了，快点去煮羊吧。遵命，我现在就去煮。小灰灰。小灰灰呢？我就是看见小灰灰，你居然没当一回事。这肯定是出去玩了，我现在就去找。你先看看羊吧。这种时候谁还顾着羊？我和你一起去找。懒羊羊。恭喜你们赢得这场捉迷藏大赛的冠军。为什么我没有零食吃，只有药丸呢？这是我调制的变小药丸。那你想不想恢复原状呢？当然想，变大了经常吃不饱。为什么只有身体变小了？这一定是哪儿出错了。你再等等我。